是这个味啦，哦，会当让人哦，规身躯放松，心情爽快，还佫有一点点仔催情的作用。虽然讲哦，因两个人即马是一人带一斤，啊，不过我这个香氛哦，佮吹了，我相信真紧就有进展啦。梓潼啊，妈妈就是你的爱神丘比特。啊，对了，房间嘛爱藏，来准备。好啊，我今日哦，都甲你拍个做告别。啊！你死查某，你好好我就唔去烦，你做阿狗仔呀！哎，好，我今日哦，都甲你拍好死，我我来讲。你都徛伫遐哦，好啊怕啦！妈嘞，闪来闪去啊！你就是林梓潼的妈妈。啥话啊？你即摆是针对我的查某囝来哦？讲，你是毋是迄对狗男女派来？我是将军的妈妈。哼，今嘛连将军的妈妈嘛派来对付我的梓潼，哪里后盖？是毋是连陆海空三军嘛要派来啊？哈！我今日就让你知影，什么叫做为母则强。哇！哎，不像，我这，哎，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，我来个，你就算把我拍好死，我也会保护我的梓潼啦！你给我放手！你听清楚，我是将军的妈妈，总统的妈妈来哦，妈不好啦，什么将军的妈妈，将。将军的妈妈，将军，你讲的将军是中军，不是迄个将军哦。啊，所以你是国际喜悦当署长是哦？哎呦，哎，歹势歹势啦，歹势啦，这一场误会啦！来啦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啦！哎呀，歹势歹势。实在是哦，最近哦，消人太济啊啦，我唔只会遮尼啊敏感，哈，啊你小姐姐，我来倒水啦，哎，拜谢拜谢拜谢，啊拜谢啦，这个泡面是有好皮无？来来，这是我家己调的啦，你家己调的。这泡面明明就是爱芙丽的肉丝衣，是当当年素媛小姐伊创立爱芙丽公司的时阵，伊钓的头一支香水。嘿哦，爸面哦是伊冠名的啦。地素媛迄个砖卡松根本都唔捌香味，伊哪有可能钓会出来？唔是我咧操蛋哦，这个香味我闻一届我就钓出来啊，而且。我阁有加入一点点仔会当提升气氛的香味。你讲你鼻子解就当调出来？哎呀，这有啥物困难呢？虽然讲哦，我无真正学过香氛啦，啊，不过我嘛看过真济关于香氛的册啊。人讲哦，江湖一点诀，讲破都无价值啦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想要学，我会当甲你教。免啦，多谢。我对这香氛哦，无天分啦。好，安尼听起来，你对这个爱芙丽敢若真有意见啊？当然冇意见啊。迄若毋是我的查某囝，要甲爱芙丽合作，啥物 Rose 事宜，我绝对哦会去听伊的台啦。哎，对啦，我伫遮先甲你注下一下，你若拄到冤家的人哦，你千万都爱较细腻的哦，因规家伙啊。拢是妖魔鬼怪，除了
伊迄个细汉查某囝万静玉伊瓜。安尼听起来，伊甲因敢若真熟啊？我才无咧洗咧，甲因熟。我甲你讲哦，迄万家全家伙啊，是自头歪到尾啦。尤其是伊迄个查某孙啊，伊为着要诱拐阮查某囝的未婚夫，伊甲子彤害到凄惨落魄呢。还有啊，因全家伙啊，拢联手啊，设计陷害阮子彤呢。敢袂？我听讲这个素媛小姐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啊。我甲你讲啊，听讲哦，迄拢是假的啦。伊哦，根本就是是非不分。啊，那无，伊哪会替迄对高男女出主意，让因假死呢？伊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万条万接受廖开宏这个笨手啦。都是有这种外嘛，才会嫁出哦。啊，这种哦，傲慢啦，搁乌心肝的糟孙啦。伊讲的素媛小姐，甲刻薄形容的，根本就是两个人，哪会安尼啊？哎呦，歹势歹势，啊，头一次见面，我就甲你斗遐尼济万家甲林家的这个恩怨，啊，有可能是因为哦，我感觉甲你足有缘的啦，啊，也够有啦，我哦，好花哦，甲恁母仔细多些呢，啊，若毋是你的后生将军。甲我的查某囝斗三工，阮子彤哦，阁毋知影要互人关伫个疗养院，关到当时啦。这我听将军讲过啦。哟，哎，那呢，你应该知影子彤即马甲将军在合作，啊，所以以后就请你好好甲伊看家，好无？阿健，将军无伫，那呢，我先来走。哎。这么快就要走了哟！哎，反正他们很快就会回来啊！不要紧啦，我再联络他就好。啊，这样哦。哎，你都没喝茶呢。你是？他是将军的妈妈啦。哦，当首领你好，我是同志性的林子彤。这个查某囡仔人才袂歹。态度嘛真大方，真稳重，无怪阮将军会介意着。你的面膜做了袂歹，我有听将军讲，你有想要研发其他的产品，我真期待。多谢董事长的鼓励，我一定袂让你失望的。有人接过来吼，客伯，照你指示，袂完提交手啊。这对你来讲啊，是道德敏感的代志啊。我想你应该有别项代志要甲我报告吼。是，我顶摆有讲过，我感觉这个素媛小姐的个性甲较早完全无同。也毋过最近，我阁有发现一挂奇怪的行为，我感觉我马上爱向你报告。这个素媛小姐，伊除了甲万条万有相拍的冲突以外，伊以前袂爱去赌房。也不过，伊最近真爱煮食，搁煮一挂气味真重的物件，而且伊最近搁去罗家家族的塔位头前拜一个囡仔，这个囡仔是丁伟官替罗再姓生，伊的名叫做罗文轩。虽然讲秀文小姐伊讲伊伫个烹饪教室是才这个罗再姓的，也不过嘛无可能专门去拜一个人死去的囡仔，而且重点，伊看起来敢若真伤心。我就感觉说完啦，有一挂行为真奇怪。我本是抓罪，因为车祸失去记忆，所以啊，个性小块改变。也不过最近啊，愈来愈离谱，我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真正是证明我的怀疑啊！你莫阁查啦！我叫人啊，将我 DNA 身份提给予你，你着提起甲素媛的 DNA 做比对。是，我伫咧上紧的时间内弄你报告。
电话来啊，我先挂电话。满章诶，安怎？你即马是去家要来甲我看布袋安？那将单卡手我恁搞过啊，那要甲你看布袋哦，恐怕无遐简单呢。既然恁搞过啊，安尼就较灵魂。这标案无摕到手，钱就是啷省起来。满章诶，你最近毋是转袂过啊？哪会搁遐尼侪钱？啊，才买土地啊？到我是毋是有钱买土地，是我的代志。我只是想要甲将单个提醒下。就真讲你的脚手搁较溜了，命好，但是高棍啦。啊，你四界甲人过完寿，出力哦，还是较细腻一寡。多谢万丹你的关心，狗我是无看到啦，我刚看是大堆好心，围伫个草埕的边啊，安尼玲珑色，散播病菌。我听讲万丹的最近一直伫撞钱，甲几个大头家借钱来周转，也毋过甲补无够。你这债务的空间尔大，敢若永远拢补袂起来。你搁甲高利贷借钱，互人放荡来啊！你这尼啊注意我，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啊？我甲客户讲电话，唔知万条阮听到偌济啊？若是互伊起风鼻，安尼我就麻烦啦。我是国际喜悦当署长呢，什么人敢指使我？那若无，你是要向什么人报告？我当然嘛向我的股东报告啊！根本万当的，你免向你的股东报告啊！还是讲，你连你的股东都在骗，你无让因知影你周转不灵的代志啊！我是在讲什么废话？你当然袂当让因知影，那无你就头壳崩咧烧啊！免扛扛遐去啦，你就是我丈人爸派来，要找我的麻烦的对无？除了伊以外，无可能有人会特别针对我。你辛苦派偌济冤仇？敢只有你丈人这条，而且这丈人无介意竞赛，这敢毋真正常？当初我丈人爸讲，未阁甲素媛见面，四十多年后才走来乱，是啥物意思啊？你这个竞赛啊，真正做啊足毋是款的。这丈人讲伊无爱见面，你毋着啊好好考考恁某，化解这个心结。你家己嘛是有查某囝的人呢，你查某囝就是安尼对待你，你敢袂感觉真切心？是地深坡，家己心肝念谈话，讲到做到。就算我口讲素媛，嘛只是无彩嘴尔。搁再讲，素媛受伤养病遐尼久，我哪有时间提这代志去甲乱啊？无法度，甲无迄个心吼，还是两回事啦。你定算讲你丈人看袂出来啊？就算讲过去，我毋知影感恩。上无我无亏待素媛，郑清波是安怎强强要来找我的麻烦？真正是莫名其妙的老饭店啊！你哪会认为是你丈人要找你的麻烦啊？还是你心虚啊？而且伊即摆日子过也真无聊，就算讲抓你只狗遐。来定予死，当作趣味，敢也袂用的。好啊，你才试看卖，我是毋是这么简单，就会当去予雷死？我讲真笑的啦，万当这样紧张是要创啥？你应该紧张的是别人，你毋是有真侪冤仇人？比如讲，你家己反背过谁？对什么人忘恩负义的？你双手把遐尼侪花，你拢唔惊伊会找上门啊？你是讲要结婚前，伊早就去卖面啊啦？而且会当卖面，嘛是因为我稳准的。若无，倒一天我若想到要甲收起来，迄嘛不过是当一根手指头的代志。万当的，你真正是足请伊的呢吼？是讲慢当来啊！你哪会无甲过去同款安安分分做一个兄弟啊？你做兄弟的时阵赚的钱嘛无比即马较少啊！除了即马赚一个漂白的好名声，啊以前赚钱遐个门路都拢无完的。为了这个漂白好名声啦，
啊，放弃他遐尼紧的钱，你拢无感觉真无价值咯？我即马是正正当当的生意人，你莫后壁讲我过去安怎拄安怎，迄是诽谤，我会当告你啊！哇哦哇哦，真正是漂白漂到清气荡荡呢，讲无两句话就要告人，真讲法律呢吼！你着继续穿这个企业家的外衫去破产啦！等你去啊债主又到无路通行的时阵，这么下水的西装，都会当做你的寿衣。